就会你从那个公司号到这地方的旧金山有个 self class 就是研究所的主办，是美国出国的，他们都在非常认真而且友好和谐、酷酷的气氛下进行。这次会面最大的特色呢有几点，第一个呢，从下一届的会议开始呢，不单是一个双边的，还有双边扩大为一个多边的，就是你国家的。其他的国家的学者也可以参加。第二呢，决定了第三届的会议在台北举行，那么第四届的会议呢，跟这个美国的西岸岸区，在华盛顿，由这个休斯顿华盛顿大学来举办，这是第二个跟其他的人共事的。第三呢，这次出席的学者呢，跟着双方的学者专家，这个特别的贵宾，观看有一共有120多位。而且许多位先生呢，一直对中国大陆问题看法虽然并不完全一致，但是有几点很值得我们重视。第一呢，他们认为中国大陆今天局势并没有稳定，而且在未来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呢，共同的一个看法呢，他们相信的就是毛泽东是谁，在大陆第一。非常中国的传统的历史精神和中国的自由的文化，这一点是大家是共同承认的。那第三呢，大家也相信，而且相信呢，今后在未来的各种关系上、国际上，不单是政治外交的事，尤其是文化、学术、教育的合作，这些可以构成了一个精神的力量，对抗共产集团的一个斗争。那么海外的侨胞啊，对国内的情况非常关切，我们政府这次的改组有极好的反应，尤其是贾秘书长这个试点的改革，我所碰到的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，不单是我们的友人，而且是一般的所有的侨胞都对这个事呢表示赞成，希望能够贯彻到底。我想这一点简单意见带给我们国内的各位。